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收看的是2015美丽中国型生态旅游盛典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总决赛颁奖盛典的现场。现在走出来的是我们来自全世界5大洲城市和国家地区的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们，响起你们的掌声，欢迎他们来到我们中国南京。环球美丽联盟带给你的就是 Miss Nations 2015的时尚风范的世界总决赛颁奖盛典。澳大利亚 Miss 北京，中国北京 Miss Belarus，白俄罗斯 Miss Bulgaria， 保加利亚 Miss Canada， 加拿大。Miss France， 法国。Miss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Cause you're a sky，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Miss Hungary， 匈牙利。I'm gonna give。Miss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Miss Kosovo， 科索沃。Kyrgyzstan， 吉尔吉斯共和国。Miss Latvia， 拉脱维亚。Miss Macedonia， 马其顿。Miss Malaysia， 马来西亚。Miss Mexico， 墨西哥。Miss Moldova， 摩尔多瓦。Miss Mongolia，
蒙古Miss Netherlands 荷兰 Miss New Zealand 新西兰Miss Philippines 菲律宾 Miss Portugal 葡萄牙 Miss Romania 罗马尼亚Miss Russia 俄罗斯 Miss Siberia 西伯利亚 Miss Singapore Slovakia 斯洛伐克共和国 Miss South Africa 南非 Miss Dadaistan 达旦斯坦 Miss Thailand 泰国Miss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Miss Ukraine 乌克兰 Miss Venezuela 委内瑞拉Miss Vietnam 越南 And Miss China Miss Nations 世界比基尼的大 PK 掌声欢迎他们
Thank you， 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今天有一个重量级的开讲嘉宾，也就是我们国际荣誉评审马永安先生开讲。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总决赛单项奖的生态旅游大师最佳服装的奖励是来自菲律宾的大使 Miss Philippine the best national costume。 荣获最完美身材的奖励是来自匈牙利的诺安密。最佳比基尼的奖励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奥若拉 Miss Albania Miss Bikini。 最佳魅力的奖励是来自亚美尼亚的旅游大师马里安 Miss Charm Miss Armenia。最佳风尚的奖励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戴安娜 Miss Romania。 好，谢谢马老师的开讲，非常的激情。首先要有请出的是南京玫瑰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有请畅游体育董事长吴志俊先生，有请中国居里集团刘林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区销售总监谢飞先生。那有请出我们 Miss All Nations 亚洲区联络官谢世俊先生。好，第一轮颁奖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回顾一下美丽中国行的18天美丽的征战。2015第50届全球生态小姐世界刘大使八强的是来自越南的鲁燕 Miss Vietnam。 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澳大利亚的凯斯黄 Australia。 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来自荷兰的维拉 Miss Netherlands。 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塔塔斯坦 Miss Kazakhstan。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基纳提拉 Siberia。 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新疆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拉脱维亚的安纳斯达里加。荣获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来自俄罗斯的安斯利亚。
最后一位荣获2015第五十届全球圣诞旅游大使，世界八强的佳丽是来自蒙古的阿努金。Mongolia。上的八位，那么继续有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他们分别是江苏花园一号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坚先生，上海英嘉传媒有限公司秘书长郑兴先生，中国国际环境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国际评审、著名编导张永红女士，南京国家领军人才创业园总经理吴成先生，南京文广新局副局长陈婷女士，有请。恭喜我们八位啊，在南京获得了这个奖项。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了，我代表环球美丽联盟正式宣布2015第五十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季军的旅游大使是来自 Thailand 泰国的巴瑶美。恭喜恭喜世界季军。好的，恭喜这位泰国小姐。那么接下来有请出我们为季军颁奖的颁奖嘉宾，他是2010年第45届 Miss All Nations 全球总冠军戴安娜小姐，来为她颁奖，有请。我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请出了戴安娜，因为戴安娜是我们 Miss All Nations 引进中国，在南京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历史文化名胜博览会，获得世界冠军的第一位全球生态旅游大使，掌声有请戴安娜。恭喜我们来自泰国的这位旅游小姐获得了我们本次活动的。南京是全球生态旅游大使的福地，因为他们在这儿夺得了多次的世界桂冠，我相信这个舞台更加的灿烂辉煌是在明年。没错，让我们更加的期待。好的，谢谢，谢谢二位。我代表环球美丽联盟正式宣布荣获2015第五十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亚军的是来自南非的斯斯利亚。南非，恭喜恭喜南非旅游大使。哇，南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国度啊，恭喜大家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南非旅游大使。有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他是中国国际环境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国际评审、著名编导张永红女士，有请。Miss All Nations 国际荣誉评审会主席张永红女士，有请。有请我们的张女士来为我们的亚军颁奖。哇，都是非常高挑的美女哈。好的，大家把掌声送给他好吗？恭喜一下他，从遥远的南非而来。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张女士，谢谢。我再次代表环球美丽联盟正式宣布荣获2015第五十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冠军的是谁呢？是谁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到底是谁？ Of the world 2015, 我看到每一个人期待的眼神。他就是来自墨西哥的 Mexico 玛利亚墨西哥。哇哦，恭喜！恭喜！恭喜我们这位冠军，非常棒啊！好。有请出我们的冠军颁奖嘉宾，我们的著名主持人 Miss All Nations 全球唯一授权执行主席、首席执行官刘策文先生来为冠军颁奖了，大家掌声送给他们。戴上我们属于冠军的桂冠。
晚最大的赢家了。好的，恭喜大家，掌声再一次送给他。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我们的美丽中国型生态旅游盛典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了。2015第50届全球生态旅游大使世界总决赛颁奖盛典到此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新春愉快，谢谢。